如释重负的感觉。那他给你哭一哭说太好了，就这样就地解散？也没有，其实他蛮冷静的。哦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冷静的一个人，嗯，然后他只说了就是 OK 这样，他说哦，既然你会说出口，那代表你已经想清楚了。他真的很冷静啦，你难以想象。但他很冷静，不是有点受伤吗？还好，其实因为我已经知道，因为相处那么久，我本来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啊，所以。当他这样的回应的时候，我没有很意外，我只是觉得哦，对，哦，因为他也非常了解我，所以他也会知道，我既然会说出口，那就代表我已经想很清楚了。不然我们交往五年当中，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，就是我会把那两个字挂在嘴边。